满城佛光园由满地可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制作，文秀慧主持。欢迎收听满城佛光缘，我是文秀慧。在直播室现场有我们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辅导法师余广法师，师父吉祥，秀慧吉祥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吉祥。师父，我们今集仍然是星云法语入面的第四册，今天的话题就是如何做一个正当的人。秀慧你觉得你正不正当呢？我都算是可以说是一个中规中矩，自问是一个正当的人。生活有规律。生活有规律，上班下班这样。那你觉得呢，有什么人你见到他呢，你觉得哇这个人很正派啊，很正当啊，那你有没有遇过这些人？其实基本上我见到这些人大概我觉得都是正派的，尤其是我们在佛堂遇到这些人，大家都是善知识，大家都是很正派的人。所以你如我诈的，除非就是在公司见到，但这些都是很少数见到的咯。其实今次的内容真的很有意思的。是啊，今次这个第八课这个题目就是如何做一个正当的人。是的，那你想想这个世界，就是你打开这个网路啊，或者看报纸啊，看新闻啊，其实全部都是一些杀盗人网里面的内容。是啊，但是呢在这个世间还有人跟你讲呢，说怎样可以做一个正当的人。好像呢一流那些清泉啊，即是很干净的水呢是灌溉着我们自己。所以是很应该是大家咧好用心咁去聆听，因为呢个就系正法啦。系啦，咁星云法语里面咧就讲到，佢话正当嘅行为，正当嘅语言，正当嘅做人，仲有正当嘅处世。咁我哋身上喺呢个世间上面，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嘅人。你其实有时你睇到啊，有好多成功嘅人士啊，佢哋点解会成功呢？其实在一个部分来说呢，是因为他们很正当，还有他们是有做得很对，那他们才会成功的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最后都会失败。有人就说，我们要全心光明正大，言语要光明正大，行事又要光明正大，才以为君子。那你觉得是吗？是啊，我觉得要做个君子就是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。是啊，所以人活在这个世间上面呢，难免就被人来批评的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人都不正派的，都不正当的，就会有这些这样的事情被人来指指点点。所以我们的言行都会被人来看在眼内。没错。所以呢，你的人好啊，或者你的人不好啊，其实人家接触了你之后呢，心里面都会知道的。已经有打了个分数了。是不是啊，会不会是这样？会的。这样呢，我有一本书呢经常都看的，看完又看。那就看这个了凡四训。其实这部书呢，如果本身是佛教徒的话呢，其实都应该有听过的。那为什么经常看完又看呢？因为这个袁了凡呢，他落实了去怎样做一个好人。那他呢里面有个标题就讲到，命呢是由我作的，福呢是自己求的。他说呢，立命之学是要先从改变自己做起的。咁啊，袁了凡系《了凡四训》写呢本书嘅人啊。咁佢咧讲到遇到云谷禅师啊，咁佢咧就俾佢棒喝咗之后，佢就喺佢本书里面咧，佢自己咁啊写佢自己嘅经过啦。佢话：唉，我又遇到云谷禅师嘅第二年咧，咁咧就到咗礼部去考科举。咁佢话本来呢个算命先生阿孔先生啊，佢就算佢个命就话你今次就系第三名，点不知他竟然考第一名。孔先生的话居然不灵啊。他那一年之后他就考中了举人。他心里面就觉得，原来我的命运不是注定的。就好像云谷禅师所说，命运其实可以改造的。所以他从那一刻里面他就是非常相信。所以他就讲到了，
在行那里他就要做那些什么呢，就是行义，即是应该做的事他就要很认真去做，同埋呢要审查自己有没有错有没有不好。咁虽然他有很多地方他已经改过了的了，但是呢他做事情他的心很难做到一心一意，即使做他都是很勉强自己去做，然后很多时到检点要反省的时候他都是发现了自己很多错失，就见到自己做善的时候虽然肯做，但是呢不是很大胆很拼命去做，反而成日心里面生起怀疑的心。譬如要救人他就会在那里想，应不应该去救呢，他觉得他做那些善事其实有时呢是勉强了自己去做，不是真诚的心去做。但是有时当他的头脑很清醒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唉，做善事是可以累积功德的，但是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多犹豫啊，这么多恐惧啊，他呢就会觉得唉，那个光阴就这样虚度了。但是呢他因为听过云谷禅师的教训之后呢，他就发愿要做什么呢，做3000件的善事。所以啊，他就在十几年里面呢就完成了3000的善事。那么有没有很犀利？好多啊，是啊。是啊，你知道他最犀利的地方就是他每一次做完一件善事，因为他妈妈不识字嘛，那他就教他阿妈用鹅毛笔啊，鹅毛那些好像管那些，就用那支笔呢点朱砂，然后呢画一圈在个日历那里。咁譬如送食物俾穷人啊，又或者买啲生活用品啊，放生啊，咁佢就一一用嗰个记圈咁样画圈咁样样，咁佢就回向咯。到最后嘅时候，咁啊做善事，最后佢就中咗呢个进士。所以可见呢，原来我哋做一个正当嘅人，或者改变自己做一个更好嘅人呢，其实会更加好嘅。所以每一个人需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过失的，其实你要先明白了自己，然后呢才能够有所进步。所以声闻法语里面讲到有4个点呢，其实我们要注意的。第一点呢就是正当的行为。正当的行为就要有正大光明啦，胸襟呢就要好磊落啦，同埋呢要做一个思想正面啊，同埋言行一致的人。如果坏事的话呢，咁当然不能够做啦。第二个呢就是正当的语言。其实正当的语言都几难的。只要我们有正常的语言的话呢，或者我们又不随便恶口啊，讲一些不干净的话呢，咁你都会受到人家的尊敬的。因为我们的言行给人家感觉呢，就不是说乱咁讲嘢的人。所以要有正当的语言。第三个就是要正当的做人。我们做人就宁可正派，都不可以做不好的为人。因为你如果做了不好的为人的话，其实是对自我影响其实是很大的。好比呢你选择朋友的条件。因为呢你知道做人其实大部分都是物以类聚的。有时呢你会看到这个人跟这个人在一起，那他们必然有共同的性格啊和兴趣啊，才会在一起。没错。所以呢交朋结友，如果你对自己不是那么了解，你就可以看看你自己身边认识的人是什么人。你就会大概知道自己可能我都会是这样的。好了，第四个了。就是正当的处世。就是呢你给人的感觉下。你会不会欺负人家、会不会计算人家、会不会伤害人家、这些都是我们做人处世有没有正当的其中一个部分来的。因为如果有正当的行为呢，我们给人的感觉是有安全感的。还有你跟人家的相处，因为你很正当很正派，人家就很愿意跟你结交。并不是因为你有几聪明啊，几能干啊这样。反而是因为你很正当，人家就会很喜欢你。所以这个就是跟人相处里面很重要的部分。最后我又想问了，你心目中有没有处世正当的人物？你觉得他真的哇很好的？我现在的脑海呢，讲出来人家说我，你当然是这样说，但我觉得应该是星云大师咯。
哇，觉得大师真系做人系好光明磊落，真系乜嘢都系为人着想，言行啊语言都系好正当嘅。哇，真系好好啊！实为就系一个好正当嘅目标啊！咁啊，我哋大家都应该同大师一起学习嘅，冇错、嗯、好。好，多谢晒师傅。咁其实我发觉咧，要做一个真真正正正当嘅人，其实都唔系好难嘅。只要我哋照住呢四个方向一路咁行，就可以做到一个正当嘅人嘅。嗯，好，多谢晒师傅。咁最后边咧，我哋又有几件事同大家宣布一下啦。7月25号朝早9:30就有大悲忏法会，咁晏昼咧我哋就有会员讲习会，咁欢迎嚟聆听我哋嘅会员同我哋讲下佛光会啲事情啦，介绍下咁佛光会啦。咁8月8号我哋就有个孝亲报恩法会，咁我哋就会诵慈悲三昧水忏。咁希望大家如果想超荐先人啊，就寄功德纸俾我哋啦。其实系一个好殊胜嘅法会。咁9月12号咧，我哋就有佛学会考啦。咁如果大家想试下自己对佛教认识多少啊，咁可以同自己挑战下嚟报名考呢个佛学会考嘅。嗯。咁节目后面咧就送一首人间姻缘嘅歌俾大家听，嗯，多谢晒师傅，咁亦多谢大家嘅收听。如果大家想重温我哋嘅节目咧，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www.ibpsmtl.org。咁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就可以打我哋嘅查询电话系514-721-2882。再次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我哋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人间最美是三好。学会三好最自豪，做好事说好话，存好心三好无比好。你看做好事，举手之劳功德妙，服务奉献就像满月高空照。你听说好话，慈悲爱语如东阳，鼓励赞美就像百花儿处处香。一想存好心，生意善缘好运到，心有神仙就像良田收成好。啊，大家一起来身做好事，口说好话，心存好心，三月心真正好，你做好事我说好话，那存好心你好我好他好，大家一起好，大家一起来身做好事口说好话，心存好心三夜清净真正好，你做好事我说好话，那存好心你好我好他好，大家一起好，平安就是我们人间宝，最美好就是三好，世间三好最重要。哒啦哒哒啦，你看做好事，举手之劳功德妙，服务奉献就像满月高空照。你听说好话，慈悲爱语如东阳，鼓励赞美就像百花儿处处香。你想存好心，生意善缘好运到，心有神仙就像良田收成好。大家一起来身做好事，口说好话，心存好心三夜清净真正好，你做好事我说好话，他存好心你好我好他好，大家一起好，大家一起来身做好事口说好话，心存好心三夜清净真正好，你做好事我说好话，他存好心你好我好他好，大家一起好。